苹果 Vision Pro 面临退货潮， OpenAI ChatGPT 记忆功能取得突破。作为一款高端混合现实头显，苹果 Vision Pro 旨在将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无缝结合，提供顶级的沉浸式体验。然而，其$3500的高价以及设计上的缺陷，例如导致用户感到不适、头晕和恶心，导致了大量的产品退货。用户反映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头显的重量分布不均和前端过重的设计，这暗示苹果可能更注重技术性能而非用户的舒适体验。这种设计上的疏忽强调了在混合现实技术中平衡功能性与用户体验的重要性。此外，苹果实施的宽松退货政策允许用户在购买后14天内无理由退货，也可能是导致 Vision Pro 高退货率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不仅显示了苹果对产品的自信，也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 AI 交互的新时代， OpenAI 的 ChatGPT 记忆功能则是 AI 交互领域的一大突破。通过让 ChatGPT 能够记住用户信息和对话记录，OpenAI 为用户带来了一个更加个性化和智能的聊天机器人体验。这项功能使得 AI 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过去的互动来个性化互动体验，使用户感觉更像是与一个知情的朋友交谈，而非一台机器。OpenAI 的这一创新不仅提升了便利性，更触及了人机交互的核心，预示着一个 AI 能够学习、适应并定制化体验的新时代。